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区是由布商 Free Spirit 所赞助的，全部都是星星的主题。继续咯，这一区的配色，就是图案我们都很知道嘛。我觉得它的配色很特别。它的边框每个都做的很不同的设计，颜色的搭配有没有？跟我们平常在用的稍微有不太一样。对，但是都非常好看。哇，这件超级大的。哇，其实远看还蛮像一个地毯。然后你看它那个桃红色可以用这桃红跟紫和绿可以，或是。拍起来可能跟那个肉眼看起来稍微还是不太一样，真的很好看。哇，是不是？然后远看又稍微又不太一样，请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这件是手压的耶。真的耶。是，它这样看过去是不是很像一个地毯？很像一个波斯地毯。这边还有，哇哦！厂商就是大手笔，好惊人哦！这边有在做导览呢。看一下他在介绍的是哪一幅作品，向日本到这边来。今天会不会倒？没办法弄完啊！快速的走一下。好，快速再走。有重点再来介绍，然后有一些都。你看我们刚刚是在 A 区。一直到后面那个 J， 作品超多的。十大条里面呢，又分成两边，两边呢，一边有正反面，超级多，超多的。我觉得我们这种这样子的导览啊，一整天根本没有办法，就是看完，所以呢，可能要稍微快速一点。好，我们加快脚步好了，作品实在太多了，还有更精彩的，对。遇到我们就是台湾区的，可以稍微特别介绍一下好了。稍微特别介绍一下好了。哇，这个房子也好可爱哦！来看一下房子，记得我们明年的房子相约哦。哈哈，等一下，哒哒哒。OK， 好，继续。这个我应该有拍照起。这个整条走过去好。这一区好值得介绍一下。对，来，这区呢就是迷你拼布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大。它的这个迷你拼布是那个贴布缝的，贴布的迷你拼布。好，要看一下它这个。它目测应该只有
35公分，不到40应该。啊，这个是第三名，更小。这个是第二名，第二名就是只有这么小，大概30×30。嗯，这第一名，哇。真的很小，真的好小，非常小。这个也好夸张。哎呀，这只应该是超级迷你的悠悠吧？这也是第一名的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好惊人哦，很惊人啊！第一名，第一名吗？这是第一名。这是一个，我没有记错，他是一个日本人的作者。看一下哦，好大一幅啊！日本人，我记得我昨天有看到这一个啊，这边全部都是贴布缝，哇，这个好漂亮。Excuse me, are you from Japan? Oh no, we're from Taiwan. Taiwan. Okay, Taiwan's really getting into quilting, right? Yes. I saw it on TV.I lived in Japan, so I just love the Japanese culture. And then I saw it on TV, on YouTube.